热气球操作失当，地勤坠地送医。即将在月底开始的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会，昨天上午发生坠落意外。水热气球上去了，在外面是地勤人员在帮忙推热气球嘛，抓着篮子，他就跟热气球上去了。这名地面协助的人员来不及松手，就被热气球带上天，横移了约30公尺远，在5公尺高度坠地。你要跑，等下我监管去了，这个小人哦，比如这个人无高那啦，无修的那就栽落了。他多，他就没有发现说，其实要移位置，他手要放开，在外面飞到一个高度就不慎摔下来这样。他目前是颈部，因为他这样坐上地上，盆骨那个部分有受伤。我们这个热气球本身都有保险，所以他在整个医疗上面就有保险。动新闻台东报道。